现在想喝点甜的东西，所以我要来打一个香蕉花生草莓奶昔。然后那个我来美国之后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就是这个 PB2， 就是它是花生酱粉，味道跟花生酱一样，可是它是粉状的，然后它把多余的油脂都抽掉，所以它的热量非常低。像两汤匙的这个花生酱粉，它只有60卡，看这里，就这里。然后一般的花生酱两汤匙的热量差不多是195卡，所以就差很多。然后现在我打奶昔，我也会把牛奶换成杏仁牛奶 almond milk， 因为它的这个卡路里也超低的，它一杯是40卡，然后牛奶的一杯是150卡，所以你这个东西加一加，然后打出来就会热量差很多。好，开始打咯。味道非常的香，就是跟花生酱一样，只是它没有像花生酱热量那么高。草莓好酸哦，嗯，酸爽外，嗯，加一点油，就这样。今天的宵夜完成。这边两边都是二手店，然后有卖衣服啊、家饰的很多东西，很好来逛一下哦。Vintage， 你进去看一下吧。With you, the sun is shining 24/7. 'Cause when we're together, it feels like we're in heaven. If it will get dark, you'll be my million stars. I know I can lean on you. Ooh, you catch me like a leaf falling from a tree. If I be a shooting star, you make a wish. No, I don'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. Never felt so real.My heart is on the table '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. I d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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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I wanna marry you. 'Cause when you're around, I know it's true. Ooh, ooh,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is so good, baby, so good. Hi. Okay, okay. 哇，好大哦！哇，很大哎，这个地方。嗯。很像东大门，是不是？粉红色的衣服都是合成的。对啊。嗯。哎，这个戒指我有哎，绿色的那个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买过哎。超老的灵魂，30几块。我在台湾买的好像比较便宜，没有那么贵。我一直都喜欢这种很老的东西，老奶奶的品味。我觉得在这种地方可以挖到很多宝，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瓶子啊？好漂亮的，这是装香水的吗？不知道了。好漂亮哦。这一个多少？不便宜耶，26块。哦，好贵哦。这些是那
个水晶杯，这种娃娃就很恐怖。对啊，买一只回去放在家里，然后半夜他可能就会自己坐在客厅，然后看电视吃饭。五分钟要关喽。这地方好像连他连广播都没有，他还用很老的那种像叫卖的方式录，像不像刚刚路上的那一幅？我一直想要找一个那种白色的雕刻的那种女生的身体，找不到，但是到处都是这种很残的感觉，嗯。你听听看他有没有那个声音。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哇，这打起来好过瘾。嗯。好，走吧，哈，他们要关门了。很好玩哦，下次我会更早来逛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东西可以看了，看不完。下次再来这里挖宝。今天的午餐咖喱饭，还有昨天剩下的猪肉泡菜锅，还有凉拌小黄瓜，吃饭咯。 That's so good, bro. 真的吗？ Yeah. 太好吃了。OK. We're living in the glory day. Sun's not enough. Don't need you with me anyway.